都设置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 右转。 使用出口。 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三个出口，使用出口。 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三个出口。 使用出口。
用右边的出口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Thank you.
使用右边的出口。路线计算中，没事，我会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。
使用左边的出口。
口。继续执行。请注意您的时速，
左，然后继续直行。继续直行。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，使用出口。左，然后左转。左转。旅程还不错呢。